Hello， 各位，欢迎回来 Alan Go， 让我是你 Alan 哥。今天我跟孔神要拍《旧事妖书营》第四集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来到了后面的鸡三盒，要挑战谁可以在30分钟之内吃完最多的亲子豆。外加我另外一个朋友，因为他说他自己很能吃。我们自己觉得孔神呢，通常都是非常不能吃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来挑战看。那我跟孔神还有另外一个外差，就是输的那个人呢，要给一个人3000块台币。那我们就看看这一次我到底是会输还是赢吧。Let's go。你表情很凝重。凝重怎么样？你知道统神很不能吃吗？没关系，来，你绝对不会得意。你知道统神很不能吃的、欸。嗯、啊。啊，那、這个。刚刚喝过牛奶。骗师上次很呛，说很能吃。然后到这边直接说，我不要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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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门喝过东西了。看看。我也喝过啊。Oh.我3点钟才在这边吃过，好不好？靠！说什么屁话？3点钟才吃完，我是3点钟才吃完，同一间我还吃很大的套餐。那我们就直接点餐开始。今天我们要吃的就是这个套餐，就是330，因为要加服务费，就是660开始保底。30分钟内谁先吃完两个，就可以等另外一个人。然后如果我们同时都在30分钟内吃完的话，就可以点第三个，或是可以有人弃权。你要不要现在直接弃权？不要。哎，抽箱输一半而已哦。不要。你这一餐只要付一半就可以了。我不要。开始哦，计时30秒开始。看他急急忙忙，他已经输一半了。吃饭最重要的是慢慢来，好不好？他这一碗做的最好。啊。最半熟的蛋，目前来看，什么 Alice 吃比较快？我没有这么快，就是在想吃。狼吞虎咽的各位。感觉会不会后劲无力啊？吃那么快，有人都快吃完了。能塞先塞啊。这位已经你是压力有这么大，是不是？不是，现在才过了多久？你看刚刚时间，3分钟。现在才过了3分钟，有人已经吃一碗，吃完了。你压力有这么大，是不是？感觉完全不能休息，一休息就完蛋了。我等下上第二盘了、哦。我们要上第二盘。现在时间才过了5分多钟，全部第二碗。我要准备3人一起去医院了。吃归吃，还是要介绍一下鸡三盒。5分熟滑蛋很好吃哦。现在还不到10分钟哎。对啊，就是他给人吃完了，他已经吃完了。现在刚好大概9分半。我们是比谁吃的多，又不是说谁吃的快。对啊，30分钟内谁吃的多啊？我怕我的大脑告诉我饱了，我就吃不下了，所以我在最短时间把它塞进去。好，这个逻辑可以吗？可以。再帮我准备一份，谢谢。就是跟刚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再加你一份吗？两份。再加你两份。没有，先拿一份就好了。我等 Alex 啊，他拿弃权我就不用吃啊。我们是玩最输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OK， 先一份。我还可以等他就好，那弃权的呢？我弃权，我一直吃，我只吃慢一点啊，反抗的。我两份完全保定，开赛前不知道谁在那边一直叫。完了，然后我把对话拿出来，他这样一直骂我们废物的方式。然后现在那边擦汗，我有点热啊，超热，真的超热。控水现在控档时间，对，我觉得你一停下来，等一下就吃不下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我有点后悔，应该他先做。Piece of cake。哇、oh. ！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大胃王不会胖了，因为吃的快其实很消耗热量，胖是没有办法。好吧。你这样子，你还能塞吗？我真的不应该停下来。可以塞啊，可以塞啊。他都已经点了，他死也要把第三盒塞完，死也要把第三盒塞完，稳定领先中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招一般什么事？我们三个呢都会吃完3盒，没有人会点第四盒，是结束。对，然后这就平摊。我先吃完第3份，如果他放弃第3份，就他放弃第二份，你就直接赢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比较快，对不对？
战术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没关系。我的设定就是我，我想要跟他一起吃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要共同进退。我就要直接把第三，我就要直接把第三人先吃掉。我不管，我可以跟他谈 deal 啊。你不要说我跟他一人付一半你的钱，我就跟他一起输啊，不要那么伤身啊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这个要赌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你吃完第三盒最后很不舒服不的样子。或者是他等下吐了，我们就有画面了、啊。或者他等下去医院之类的，那我们就没事啊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不想要吃第三盒。我也是。Flashback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在意发生什么事。我们三个呢都会吃完三盒。哎、hey, ，你们他没有啊？你没有赢啊？我们还要继续啊！我们要继续啊！就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想，我只是在等而已啊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被坑的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被坑，最赢的不用付钱嘞、欸，要稳定领先嘞、欸。这跟拿 AK 赢 AQ 是一样的道理。喝个茶，休息一下。下来，过多久？看一下，还有14分钟。还有十四分，你觉得我十四分吃完一盒吗？上了。Great。跟刚战术一样，先把小菜吃掉。哇、哦，看起来好吃，给镜头看一下。反正现在你遥遥领先。这个算三分熟而已吧？三分熟，对吧？以后我刚刚做三分熟比较好一点，做分都不用了。这可能吃起来像鼻涕一样。你要在我世界。吃到发疯。战术之一啊。哎，你知道你跟所有三万个观众证明了一件事，就是你比统神会吃。下次我们找他跟统神 PK。各位，你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我第一名，我全部吃完了。他第二名，然后统神最后一名。个屁呀、啊！第三 round， 你的第二 round， 好不好？里面有东西。啊，还剩三分钟哎，你要不出来这里面？嗯，没关系，随你掰。谈deal啦，不要吃啊。好。那我干嘛点第三份啊？我是打逼啊我。你又不知道，你不点你又不知道。观察对手。对啊，按照观察哎，付了400块，看我们这么痛苦，我们很开心啊。来来，给他看一下。妈的，你知道下面的饭有多少吗？这一碗应该是两碗饭吧，铺满满的饭。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素云系列，是整人系列了。我现在有点被整的感觉。花钱整他，当然。其实我第三份我吃得完，我吃得掉，但是就很不舒服啊。我们两个就很不舒服啊。他现在还可以吃个冰淇淋，我等下可能冰淇淋都没办法吃。不要鸡了，别录啊，我们九分钟啊。还有九分钟，看我根本就不应该吃那么快的，我应该吃半小时慢慢吃，然后就整你就好。所以今天的系列其实在整我，这个整人系列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至少我赚了一个尊严。对对对，我赚了一个尊严。我们不会再也不会呛你，绝对不会呛你。因为统神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妈吃两口就说他吃饱，都不知道他怎么养成那么大一只，代谢慢。哎、欸，他吃完第三份嘞。要给他翻拍手，知道吗？30分钟三份，这个对一般人来说我觉得很难。我们不是大胃王，不要把我们跟大胃王比。他现在那个吐的那个表已经飙高了，那种感觉。对，我吐的还好，站起来超痛。大家站起来会超痛。哦，他说了，不是哦，你扎吐我们就赢了。我若吐还得了？妈的，又要被整，又要付钱，又要输，那不要了。你现在吐我就赢，现在吐我就赢。恭喜你，赢了吐了，就是要输赢的系列的3000块，3000块拿来，你不用给，你没有参与这个比赛，你没有参与这个外差，恭喜你。但是能够看到他这么不舒服，其实我很开心。而且比赛没结束啊，他吐了我就赢了。对啊，还有5分钟嘛，我只要撑完这5分钟嘛。你要站起来摇一摇，你会感觉到。我才不要站起来摇一摇。没有错，最后今天我们吃了2728，那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一人要付1400，但是一人要付1400呢，可以看到他这么痛苦，也是非常值得的啦，也是非常值得的。虽然说我要多付3000块给他干，
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，不要忘了帮我按赞、分享、留言跟订阅。那我们过几天又再见，拜拜。哎，感觉要增加人大。别来弄我！我觉得你为什么很不舒服？啊？怎么样？开始偷拍，你为什么很不舒服？没事，还行。放屁！